我拿这个压狗的头像是什么鬼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雪球。然后这是什么 map？ 往前走。等下我看一下全屏。看一下全屏，等一下，量化。是雪球。 这已经走到头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之前老大服务器给我做的，这是马祖语，这是马祖语下色记的，这是 哈恰猫，反正也不是我的。这个是萝卜籽的，那我的呢？你们这个箭头给我指到这里，没有一个箱子是我的呀？啥意思啊？ 这什么意思啊？箭头只是没有箱子是我的呀，我总不能在人家箱子里面偷一个，害怕。我的？你的在七啊，走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懂了。那现在我们是怎么走？那<笑>在城堡。哦，哦。 跟我走吧，好好跟你走，跟你走，跟你走。这些人怎么都拿着个披风啊？哎，是怎么加速来的？哦，这样子加速，好久没玩了，忘了这是在干嘛？<笑>这是在干嘛？像个大苍蝇啊！<笑>这个披风好像一个苍蝇。<笑>哦，这大地图好帅哦！ 这像一群苍蝇，真就哦，这列车轨道。哇，我列车呢？哪有列车？我没有列车。他会给我一个列车吗？我要怎么走上去来的？哦，这样子，右键。哦。 帅啊！这个得修多久啊？太帅了吧！那太帅了，他感觉要修很久的样子。哎呀，哎哎哎哎，痛痛痛痛痛痛！哦，这个是什么？矿车哦，矿车在这里。哎，这好聪明啊！这个矿车直接入地了，然后就不用，它就不会滑走。哎，这个设计很聪明。哎哎哎！ 夜王府，狐狸族，提督，提督，这就是提督。好，我之前没有参观，主要是因为我想等大家做完了之后看。哎，哦，要换道了，换道了。哦，这还有金字塔，哇，那里有个小粥前辈，面包狗。 姜饼屋，这谁的姜饼屋？这个是什么皮肤啊？这帮人都有翅膀的。这披风，这颜色像个苍蝇，真的像个大苍蝇。这什么？没看清呢，好多窟窿埋啊，害怕。那是谁的城堡啊？哎，怎么下去来的？哦哦，就这样下去了。哦，然后呢？ 做这个吗？做这个吗？哇哇哇哇！哎哎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哇，这个这些轨道这么多，你们要修多久啊？这你们太强了吧！哇，这真就还上天，上面还有那个什么？哎，我怎么下来来着？我忘了，怎么下来？哎，怎么下来来着？我忘了怎么下来。哦 ，Control， 哦，就这样子下来。星星，这个上面还有，这上面应该是。 音乐盒吧，哎，现在走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，开车出发。哦，哎，要是这个四周有风景就好了。你看，要是左边、右边有那种岩浆就很棒棒了。哇，这上面还有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像开关一样的。
好帅呀、啊！这上面好像是他们做的红石。哎，我走错了吗？走错了，走错了，走反了，害怕。那咋办？那咋办？那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？我要跳车吗？我要跳车吗？哎，这不又回到刚刚这个地方了吗？哦、啊，这怎么有我一个有我大头像呢？箭头控制目的地。是那个我子墨，你带带我，带带我，是对的哦，对的哦，对的啊，对的就行了，对的就行了。接下来还要走哪里？这已经到了吗？哇，好帅啊！哇，太强了吧！拿箱子那里，我参观生活去参观什么？大家太强了！哎，是这边吗？在这边吗？在这边吗？箱子？哎，是在这边吗？是这边吗？这边。哎，在这个里吗？好像不是这里，这里是你们的东西。哎，我的组成线在哪里？我跟着你走这个 DTYWW， 这是 DT 爽哥。跟你走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哦，原来在这个下面。必看，不看是笨蛋。哎，刚刚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吧？刚刚有这个箱子吗？不是，刚刚有这个箱子在这里吗？我知道，刚刚有这个箱子在这里吗 ？Map， 我刚刚好像没有这个箱子。提督浏览指南，哦，我还给我牛肉，哦，好好，太好了。哎，还有胡萝卜。哦，拿着胡萝卜，这个是什么？map， map， 这已经有 map 了，那两个都一样的。好，提督游览指南推荐顺序，拿箱子那里我已经拿了。留言板附赠欧皇测试仪，留言板在拉的，留言板在拉的，在哪里？害怕留言板，双击板能拿得通。哎，这里。给提下的礼物，哇，这是大家做的吗？好胖哦！哎，还有我的这个头像，我之前用的这个头像，哎，这两个头像都有，哇哇！你们花了多长时间拼出来的？太强了吧！谢谢大家。哎，这还有这个爽子，我给那个谁写的，他要的头像，然后他说他要一个爽哥，我说那行，我就给你画一个爽哥，但因为我爽哥没有角色嘛，我就写了一个字，对吧？全拿掉，全拿掉。哇，好多钱呢、啊、不对，好多金子，嘿嘿嘿，好多金子啊，嘿嘿。还有弓箭，绿宝石，怎么样快速拿？我有点忘了，怎么快速拿来着？是按 E 快速拿吗？按什么键可以拿呀？这什么提亚的大宝贝？哦，我还可以有这种大弓箭可以射的，哎，好帅啊！又有这个 map， 头盔，烤肉券，烤肉券，哎，拿了我的那个礼花，哎，好了，哎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吗？害怕，怎么突然就入地了？我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先穿上，我先穿上衣服。等一下，怎么穿衣服来的？哦，移上去。等一下，我先穿衣服。害怕。然后，给囚禁者的水。我不是囚禁者，都说了不要乱动，叫你不听，我没有动啊。阿提亚的救赎，害怕是什么？给囚禁者的玩具，给囚，我不是囚禁者啊！大兵家提下监狱，这可以射他吗？哦，还有火，可以射他吗？哎，射不了他。这个门怎么开来着？这门怎么打开来着？这门打不开的吗？这门打不开的吗？
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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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有宝箱呢。这我有个我的头像，烤肉券，快去烤肉！成熟的朵丽，成熟的朵丽丝是什么东西啊 ？Liver， 这个 liver 应该放哪儿啊？这个 liver 肯定是要放什么地方的？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阿塔世界第一可爱，那这都是一样的呀。这个 liver 应该放哪儿啊？让我思考一下，好吧。要放到这里吗？放到哪里啊？这个 liver， 要放哪儿呢？放哪里？放这里试试。哎嘿嘿！哎呀哎呀，你们怎么又关了？哎哎，我的，哎，不是我的 liver 呢？这什么东西？我的 liver 呢？被谁捡了？我的 liver 在哪里？哎，我进去，我要进去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为什么这些都是南瓜头？这是人吗？怎么还打我的？不是，不是，等等，这是，好了，不要过来，你们不要过来，这是人还是假的？不要过来。不要过来！救命！救命！不要过来！这些都是组员吧？我觉得能杀死他们吗？感觉杀不死他们呢。这果然就是组员，这是组员。喂，这是组员。那我把你杀了，那你自己的打我，过分好吧？往自己脚下……哦，原来这是个效果，是个效果。这个效果，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还以为是怪呢，我还以为是怪，真的吓死我了！什么鬼啊？隐身钥匙，我就说怎么怪应该怪就也没有名字，对，怪也没有名字。我杀了谁啊？反正你要打我，怪不得我，好吧？怪不得我，笨蛋！让他爬上去。哎呦，你屁股不要坐下来。哦，好像可以穿过去了，穿过去可以。好久都没有玩 MC 了，我都有点忘了。爬上来。原来是个密道啊。那这样直接可以掉进去吗？哦，是个密道哎。害怕，这又是一个隐身的吗？这怎么嘴上有一根大棒子？什么鬼啊？为什么他嘴上有个笨棒子？不是这个人，他嘴上怎么有根棒子？这个组员有问题吧？这是谁啊？不能这么不雅观好吧？人在直播呢，这好怪哦。左下，右上，什么？配口，留个我在中间。要什么什么留言呢？什么留言呢？留言肯定要是祝福，就是梦想的话，梦想有一天，阿奇亚也能，梦想有一天，阿奇亚也能。我们这个梦想就要想大一点，好吧？梦想有一天阿恰也能三个字，大家猜三个字，好吧？三个字也能有梦想一天，阿恰也能勇总督。嘿嘿嘿，阿奇亚，
这 map 是什么？哦，就摸到了这个鸭狗。哦哦，喂，是什么？就是就是抽到了这个鸭狗。哦，懂了。哦哦哦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哦哦，哈哈。上观景台，等一下接下来是什么？生活区，我们去看生活区。他们说从这里走，哇，真的好帅呀！你们太强了吧，真的太棒了，我真的，哇哇，这还有大锤耶！为什么只有我狂鼠的轮胎？等等，等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狂鼠家庭旅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谁做的？这个太安琪了吧！这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狂鼠轮胎在我家门口，兄弟，兄弟，刚表扬完就看到这个阴间的东西。害怕好吧，害怕啊，出了一个窟窿啊，不小心打嗝控制不住。这个是什么地方？这是谁的宝藏室啊？哇，把阿铁放在这么下面，好歹也放在上面好吧。不行，我要给你换个位置。为什么把阿泰放到这么下面？这谁的地方呢？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那个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哎，阿泰在哪里啊？啊，在这里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然后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秘密屋，这还有个断鞋，就可以上去。夜鸟，哦，这是你啊！你下面藏还藏了别的女人，还把阿铁放这么下面，全拿了，全拿了，好吧？哎哎哎，不要，出不了门了，出不了门了，太过分了，这个滴滴没收了，没收了。没收了，把他的，哎，这是谁的？谁的翅膀？谁的翅膀？谁的翅膀掉了？谁的翅膀掉了？捡一下，谁的翅膀掉了？我把它青金石全部 lapis lazuli， 而且也最喜欢这个石头了 ，lapis lazuli。啊，继续看这个，谁的？把你青金石全部拿，算了，我人好，给你放地上，自己捡了吧。笨蛋，这是 MZ 的家。我人还是很好的，好吧？我听到有牛啊！哦，哦，这是他的竹林小道，向里面看吧，一会儿再过去。哎，哦，出现了一个暗道，为什么还是仙人掌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痛！他还拴了一个狐狸，白上吹雪，白上吹雪，为什么是白上吹雪啊？为什么是白上吹雪啊？人家明明是橙色的，好吧？这个叫什么？阿垮？为什么猫是阿垮？这里又是什么？哦，他的阳台。哦，我现在是有 buff 了吗？这是什么 art？ 哎 ，palace， 什么什么 palace？Artia， 哦 ，Artia's palace， 不是，这不是 Artia。O I O N，
谁写的？算了。 Artia， 哦，上来，哇，好帅呀！这也太帅了吧！好帅呀！大家真的太棒了，我的天哪！哦，小怪，哎，在哪里？哦，这边，这边出来了，nice！前往2.5层，哇，好大呀，好棒啊！哇，这太棒了吧！ 太棒了！哇，すごい！哦，那边就是狂鼠轮胎的了。哦，还有，哦，太棒了！那还有棵树，哎，我要去看那个树，哎，阿提呀，すごい！哎，真的好好看呐！大家太强了，这还有礼花。 哎，礼花是自动缺给的吗？就是，哎，还有小星星，而且还要在飞，一直在飞。圣经，圣经，圣经还行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。哦，哎，这个搞错了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看看这个。 这个说的是，哎，按这个，按这个。啊？什么鬼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今晚是个不平凡的圣诞夜，啊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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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在冷暖光线的交互映射下，焕发出舒心的光芒。等等等等。 现在回想初次见面时，提亚还是一个不会装点打扮自己的少女。你们这是固定文吧？什么鬼？尽管如此，仍然表现出一种独有的清纯可爱，并不矛盾的伴随着偶尔虐人心魂的妩媚。也许从那时起，我便已经迷恋上了这家伙，也说不定。害怕。 不敢看了，不敢看了，放回去，放回去。我的参观指南呢？高雅艺术组员休息室，七德关门。啊！这，哦，这是个擦踏板。哇！这，好可爱哦！喵！这太可爱了吧！这，都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没名字。会巧克力。 巧克力，椰子，哦，这太可爱了吧！香草，香草 vanilla。哎，这不就是猫娘运动员里面的猫的名字吗？再逛逛生活区哈，再夹了很多私货。哎，我们说看看私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卧室在哪儿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卧室在哪里？ 为什么这有个小黑？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鬼？为什么这里有个小黑？为什么这里有个小黑？为什么这里有个小黑？等一下啊，我卧室在哪？谁可以给我解释一下？我知道你们的房间我都参观过了，可是我的卧室在哪里啊？卧室还没见。 哎，所以我今天来，你让我没有地方睡觉嘛？那我今天想睡觉怎么办？那天都黑了，怎么睡觉啊？需要提下自己来选哦，自己来选。忘了所有城堡最顶上，嘿嘿。忘了说，哎，哦哦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 我想睡在，我想睡哪里啊？
哇，还是睡高一点，这个还是太矮了，不行，我要睡的最高，最高就是那个坨坨上炸弹轮胎，你猜炸弹不可能不会睡黄鼠轮胎的。前往2.5层，上面还有东西吗？哎，还真的还有东西，但是还没有建好。哦，哎，建好了，哎，这里，哦，这里还没有看呢。哦，すごい。啊，还想再睡上面一点，睡上，我喜欢睡上面，就睡那个上面，就很上面，很上面。喜欢睡上面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就是这个道具是怎么用的，因为我现在不是穿着了吗？哎，我飞起来了，嘿嘿，嘿嘿，想睡这里，就上面，就全包顶上，就一圈，就一圈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飞走了，就是城堡顶，也不是顶上，就是搞一个圈圈，然后我就睡在那里，就是像那种城堡一样有个圈。哇，我阿提亚，哇，这样就可以看到全貌了耶！大家，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个就是城堡内部，哦，就是刚刚欢迎的那个地方，哦，就是欢迎的那个地方，这个就是大厅，那边就是。哦，可以看到。哎，等一下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怎么用不了了？等一下，翅膀怎么用不了了？翅膀用不了了。我决定再试一遍。不是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用不了？我不是装上去了吧？为什么用不了？哎呦，不是，怎么把朵朵给吃掉了？哎，怎么样？吃错了，吃错了。哦，我刚刚吃错了。哎呀，把朵朵给吃掉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飞来着？空中拍空格才能飞。哎，我怎么为什么我第一次飞了，第二次又不能飞？我再试一遍。哦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哟，难受！哦，呀嘿！哎，可以给在空中给大家看了。哇，すごい！哦，这是组员的生活区。看这边有什么？这边什么都没有。难受！哦，这是这个，哦，糟糕，太帅了吧！我的天呐，哇，大家真的感觉花了很多时间。大家，这弹幕在，哎，这里我好像没有来过，哎，我才看到这里，一帮北极熊，哎，好可爱呀，哎，我刚刚都没有看到这里，好可爱呀，太可爱了，小熊，熊熊，那个大屁股好可爱，谢谢你，还是一个好帅的男人。那你们看，天上好大一个白羊座，也没有好大。哎，这个会掉下去吗？还真掉下去了。哎，大家起不来了。哦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没事没事。谢谢你的好心。哎，这个。为什么地下这么多洞啊？为什么这么多洞呢？阿跳才不是熊呢，阿跳不是熊。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对，大家看到就是现在就大部分已经看完了，弹幕给阿跳大兵家族的所有组员击个掌，好吧？我现在不能拍太大声，因为隔壁睡觉了。但是就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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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拍拍，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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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真的太强了！我真的很少就觉得一个什么东西强或者是什么的，但这个真的太不容易了。你看这么多东西啊，这么多东西，大家见过这么多东西，
真的太棒了，对啊，啪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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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真的辛苦了辛苦了，各位组员辛苦了。那么，我决定举办一下这个。 我还可以，我还能这样子的吗？我决定举办一下2020年第，现在这是几月啊？七月份月度击剑赛第一赛季，好吧，我们得找个场地。现在我们先找一个临时的场地，以后呢，我们要专门建一个击剑场，好吧？现在是先找一个临时的场地。 2020年度7月月击剑赛第一届比赛正式开始，好吧？